那种是伤害大家。我是玲玲，我现在在绣球花的。你这样，你怕有虫子咬？不是，好挤哦。嗯。太冷了，十九度。大家好，我是玲玲，我们现在都来到武林富源，外面有绣球花，非常的美。奇怪的虫。什么虫？三二好，还有鞋子色，茄子色，三好可爱。很可爱，千手观音，对。啊？绣球花宝座。绣球花宝座吗？哦，这刚开的呢。你看这个绣球花隧道啊。有没有叫绣球花隧道？嗯。啊？哦哟。都没有人要帮爸爸拍了，来。咦，等一下，最好漂亮的，这是不错。啊，啊！还有紫色的嘞，好可爱！哦，这边有正红色的嘞，是桃红啊！唯一看到桃红的在这里。那刚才前面也不是也有？那是偏紫红。来，妈咪来，可爱妈咪。可爱猫咪，很可爱啊、哦！哎呀，猫咪看爸爸，嗯，真漂亮，真可爱，我要进去跟你们一起拍一张，好，帮你们拍一张过去。哦，这形象抓出哈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都很漂亮。猫咪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老皮醉哟。好，捧花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来，猫咪，你去妈妈那边。嗯。好美丽啊！
好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